大孩子。谁是起床困难户？3、2、1，周柯宇，你别说我，你也别说我，哎，肯定是你。那你们俩会当投票吗？我肯定投票。就是每次我都会等他，因为每次我都会等他投票。爸爸，我到那个运动中心选到12人间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。到后面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你会苦中作乐。那个你是不是那个时候是苦中作乐吗？柠檬汁特别好喝，酸了吗？不太酸，就很甜。爸，你妈看到了，我没完事儿，我没完事儿，你完事儿了。他这个人是很可爱的。